看完了完全了。怎么哎、欸？怎么叹一口气啊你？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从来没有挑战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连即便我去三温暖，我看到那个冷水池，我都不敢下去，都不敢下去。但我觉得既然说要做，就要把它做到这样子。哇、哦，我真的觉得这个这个水大概是零度，水现在因为这个冰块已经在里面，已经跟它合为一体。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要好好的，就是我要在这边先我讲话结巴，这边紧张是不是？因为呢，这件事情我要先感谢我的伙伴阿 Ken， 还有那个来过我们节目的陈晓东呢，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让我有机会可以行善。那在这边呢，我也要捐出10000块钱，还有我们完全娱乐也捐出了6000块钱给。下礼拜三呢，我们会把这个收据给大家看。好，给这个渐冻人协会。对，那我接下来我先点名三个人好了。好，第一，因为我这个昨天我其实在我的粉丝团 po 说我明天就要点名三个人的时候呢，很多粉丝马上就说，哎、欸，你不可以点 SHE 哦，不可以点田馥甄哦。啊哈，我可能会就这样吗？对不对？对啊，你这个人这么做事这么直，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就点田馥甄。但我要先讲，粉丝你们不要生气，其实我先大概征询过他的意见、哦、我跟他提示说，哎、欸，我不客气咯，我可能会指名你哦，这样、哦、那所以我因为而且我觉得馥甄他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份爱从我这边不管是用任何形式传达到他那边去，哦，好不 好， 好， 好。那第二个我要点名的是谁呢？我要点名的是虞美人美人姐。真的假的？美人姐哦，因为美人姐除了是我主持的搭档之外，她本身大家也知道，她其实每年做公益蛋糕，她也做爱做很多爱心，对不对？嗯。听说她的头发如果湿湿的时候是 QQ 的，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平常都会吹好嘛，对不对？在节目上都要直直的。那如果在这个真的泼了水之后，我想看她有多 Q， 所以这是我选她的原因。那第三位呢比较特别，我想这个把这个机会点给神魔之塔，就是 Mayhead 的创办人这个Terry。Terry 哥，因为什么要点他呢？因为上礼拜我主持了这个神魔之塔的演唱会，在小巨蛋。对。那因为他举办了这小巨蛋的演唱会，所以我去，然后我跟田馥甄在舞台上面有一个拥抱。哎呀，这个拥抱我瞧了两天才得到这个让我圆梦的拥抱。所以这个有私心来的，对不对？就说我应该说，我感谢 Terry 办了这个演唱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小巨蛋圆那个梦。哦，这为什么这三个人都是跟田馥甄有关系啊？你瞬间就知道我多爱他，真是的，好恶心哦，不是？好，我翻一下进来，好不好？准备好了吗？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讲，这个事情是我们真的要关怀这个渐冻人协会，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这样子啦。对，好好，非常好，现场非常非常的多人，真的好恐怖。捐款的方法我们都会有让大家去这个搜寻，好不好？有电话我们有这个电话让大家去打，好不好？到底我讲什么啦？可以了吧？在 Facebook 上面也会找到，反正我们之后都会跟大家讲，好不好？那都准备好了吗？你帮我拿麦克风。好。你这样的话我怎么泼啊？哎呦，帮我拿一下。麦克风给我快点啦，麦克风快点！你要麦克风吗？你要讲话？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怀渐冻人。哎、欸，你的头发其实这样子蛮好看的、欸。谢谢大家。不要讲话吗？不要讲话。哦，还要讲话？现在是 live 吗？还要再 live？ 还有3分钟？为什么还有3分钟？好，我跟你讲，这个哦，哎、欸，我跟你讲，怎么样？我刚感受到的不是渐冻，是急冻哎、欸，太冷了，对不对？是真的很冷哦。你要把头发先擦干一下。但是我跟大家讲哦，就算我们现在感觉到的这个冷的这种感觉呢，远远不及渐冻人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痛苦。对对，因为他们，哇塞！因为他们这个病人，他就是渐渐的，你的肌肉啊，你身体啊，就慢慢就会变成比较行动不方便了。所以真的大家需要来好好关怀一下。对，也谢谢纳豆的爱心，谢谢你的支持。没有，谢谢点我的阿 Ken， 我记得你了啊、哦。没有，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现在时间应该还有在7分钟嘛，对不对？没有那么久吧，应该可以下去了吧？还有八分钟是不是？没那么久吧？好了，这个总之呢，我们在这个我这天我在我的粉丝团也po出这个影片，这样让大家一起响应一下，这样。对。然后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想要知道任何的讯息的话，其实在 Facebook 上面完全娱乐我们之后会公布，然后你在网络上随便搜寻一下，它都会有账号，你可以用这个用那个邮局的方式也好，你要去划拨方式也好，有很多的方式，所以大家也希望多多的支持，多多发挥你的爱心。好，我们这边都有个洽询电话，02-2585-1367，是我们这个台湾渐冻人协会的这个电话，1367，1367，大家都可以打去，然后就是问说要如何这个一起关怀他们一下。
再讲一下三个人。好，我再讲一次，我今天点的三个人。第一个呢就是田馥甄小姐，第二位呢是俞北仁小姐，第三位呢是我们这个神魔之塔的 Terry。我希望呢这三位也可以把这个爱传递下去，好不好？太开心了！你现在有没有身体好一点了？有，刚刚第一个下去的瞬间，我说哇塞，怎么会这样的？后面又再上来之后，你就瞬间觉得哇哦，我被失温了，我被失温了。现在开始好一点了啊！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因为这个你站在里面就是冰水了，你知道吗？对，因为这里面就是你看在里面的冰块都还飘在里面，所以这根本就是超冰的啊。非常厉害，纳豆。好，但是我觉得大家既然要玩，就玩有趣大一点，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你用这个温度的方式，你就可以想象到，比方说他们的 NBA 球员啊，他们每天都泡这种冰块澡，你知道吗？是的吗？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就是肌肉啊，有可能有酸痛地方啊什么的，他需要泡在那个冰水里面，然后就坐半个小时。这个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继续看？我不要，我已经用过了，好不好？对，其实怀秋他有爱心了，他之前也去冲过了。对。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希望这个。我觉得你在语无伦次。哎，你这么抖，哎，我现在是尽量克制自己的嘴唇跟舌头，不要发抖。好了，我们先给大豆掌声鼓励鼓励。好了耶！厉害，真男子汉。有 Q 吗？有。除了头发之外啦，但其他的话蛮男子的。好不好 ？OK。哎，我全娱乐，明天见，拜拜。